Hello， 大家好 ，If I Know， 我是迪丽热巴。帅，然后多才多艺，然后啊、只暖一个人的那种，嗯，都暖到的。品类哦，那就 no 吧，谦虚一点。看心情吧，有的时候心情觉得美美的，那就化个小妆，然后好好的打扮一下。有的时候就以舒适为主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哦，要是以舒适度为主的话，打满分。困，睿智，帅气。打三分吧，因为我喜欢三。不会，因为都戴着墨镜呢。好像一直没有过吧。在家不会，在家就怎么开心怎么来吧，而且爸妈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孩子吧，就是如果是吓到他们了应该会的，就有的时候会吓到我爸妈，就比如说在家里他们正好安安静静看着电视，我自己突然喊一声，他被吓到，然后就会说我。睡觉闭眼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？闭眼啊。对，就是你每天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？闭眼啊。一般几点钟睡？分休息和不休息。不休息。不休息，我天亮才睡吧。最近啊，最近火锅，不同类型的火锅。剃须刀用电动的还是刀片儿？电动的。最喜欢自己哪个表情包？最喜欢哪个表情包？我都出过什么表情包？笑着哭啊。那能展示一下吗？又展示，好吧。哎，算了。泳衣是什么颜色？我裸睡。上一条微信发给谁？老高。如果你喜欢的鞋和喜欢的表都是掉水里先捞哪个？鞋。因为表都防水。